来，我好像对你的猫过敏。对，猫过敏。该这样吗？我要让你先不如死。准备吃饭喽。你有没有搞错？来吧，为什么把我养得这么肥？你用完了最后一条命，九条命根本不够用了。我们现在刚好有一个特殊专案，你可以再活九次，但是都是不同动物。你死了，我不能。 我可以呼吸，我是一只鱼，我很快就会成为世上最有权力的人。惊喜，我终于懂了，这真的不全是关于我，还有更多。